季结缘，经过五年爱情长跑，最终步入婚姻殿堂的孙俪、邓超，6月7日迎来结婚两周年的纪念日。2010年6月7日，两人在上海举办婚礼，同时孙俪宣布怀孕，场面温馨动人。同年11月，儿子等等出生，有了爱情结晶的两人则更加幸福。孙俪也经常透过微博大晒幸福。结婚两周年纪念日这么重要的时刻，孙俪自然不会错过。当天傍晚，她晒出两张庆祝照片，并感慨：三个人的纪念日两年了。从照片可以看出，孙俪、邓超特意准备了蛋糕、水果以及红酒庆祝，更是在显眼位置摆放了一个儿童水壶，十分明显。虽然这对娱乐圈公认的模范夫妻并没有出镜，但是透过照片可以想象得到，两个人肯定幸福甜蜜的不得了。风行娱乐整理报道。